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凤凰女的戏剧人生。就这一集呢，我们就会跟大家讲一讲凤凰女的电影演出。好，1950年凤凰女就有两套作品，分别是《神侠金罗汉》和《情真》。1951年呢，就有《七虎渡金滩》的上集和下集。1952年呢，就有《歌唱十二钗》。1953年呢，就有《行正桃花运》、《孝子扮新娘》、《胡不归》、《光棍姻缘》、《代代平安》、黄飞鸿一棍伏三把、无端端发达、拉车避狱、偷鸡凤舞、佛前灯照状元红。咁跟住1954年，咁凤凰女嘅演出就有《富士山之恋》、黑米养状元、春满乾坤福满门、假凤莺米、盐碎生、大观园、红裙泪、皇天不负有心人、巴巴万岁、柳红桃红绿柳、燕希春、玉女怀胎十八年、错销龙凤烛、善恶到头终有报、林黛玉魂归离恨天。好，时间去到1955年，凤凰女呢就有呢啲作品：咬碎灵芝、九指怪魔、钟无艳、儿孙福、背解红罗、人头奇案、新马仔瓜棚遇鬼、巢丝女、孤儿行、血洗少林刀、红运起当头、花刀耳梦、红寡妇、麻婆寻仔和这个紫霞杯。我跟着呢就1956年了。1956年呢，凤凰女就有这些演出：关公月下色雕闪、桃三春困城、庄周蝴蝶梦、朱迈神医锦荣归、神龙遇仙、星洲艳迹、狂风暴雨吊寒梅和武宠血浅狮子楼。然之后就1957年了。咁就1957年，凤凰女就做过花神、无头东宫生太子、虎凤莺莲、烈女青春、无头东宫生太子上集、苏后解红罗天齐子会武下集大结局、剑底情冤斩经堂、猪八戒招亲、蟹美人大闹水晶宫、蟹美人的大结局、恩爱冤家、苏后解红罗天齐子会武的上集、彩凤引金龙、方唐镜柳死官、仙女戏魔王、无头东宫救太子、
咁呢个就系无头东宫生太子嘅第三集嚟嘅。半世老婆老，妙善公主卖肉养孤儿，陈宫骂曹，龙虎斗，关公千里送嫂，蟹尾人嘅上集，女涉青鬼黑米养孤儿嘅上集。咁呢个咧就系1958年噶啦。咁跟住1958年咧就有以下呢啲作品：七彩海底寻夫骨，七彩蝴蝶精，三春审妇，汉宫生死恨，仙女牧羊，蛇尾人劈山寻太子的上集，冰山火线，女涉青鬼黑米养孤儿的下集大结局，马彪女郎，夫荣妻未贵，狸猫换太子，南洋阿伯，大冬瓜，正德王夜探龙凤店，三娘教子，一把团中剑，泥马杜康生，蛇尾人劈山寻太子的下集，天河配，海角红楼，清官斩截斧，金殿复星，芙蓉恨。咁跟住咧就系1959年啦。1959年，凤凰女就有以下呢啲作品：白兔会、金殿审人头嘅上集、雾美人火烧棺材精下集大结局、杨八妹取金刀、神眼东宫认太子上集、终归有日龙穿凤、雾美人火烧棺材精的上集、武松打虎、王先生着错老婆鞋、有仔万事足、生死莲枝的下集大结局，同埋包公夜审行尸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凤凰女的戏剧人生，暂时分享到呢度。喜欢呢条片的朋友，请大家留言点赞同埋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哋嘅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好，下条片继续同大家分享凤凰女的故事。好，拜拜。